哎呀，就把那个可爱的女儿交到你手上。谢谢谢谢。他妈妈是完全的反对啊，对他妈妈说不可能再接节目了，不要了。那因为那个制作人呢、啊，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都会接，他非常的热情，然后都是老搭档，又有小梁哥，对不对？我后来我就跟女儿讲说啊，不用担心，因为这个在海外的这个游历的一个经历啊，比你多丰富的人也没有了。对不对？那你这个语言上面又可以沟通，我觉得可以来为观众朋友大家服务，哎，所以 don't worry， 小梁哥 OK 的，他现在已经去世。什么？什么意思、啊？他老婆管得太紧了，对不对？以前也被抓到过几次。没有，都没被抓到。我的初恋就是我的老婆。哦，对对对。我们上集就演艺圈很会说谎。对，演艺圈现在都充斥这种胡说八道的。真的，听听就是。对了 ，OK 啦，那这个小朋友交给你，然后我们也希望，呈现出来是更好的一个二分之一强。我觉得这节目真的很棒，我难得这种带状节目，难得会去看的，就这个。是，对，谢谢。真的可以看到他们很多的一个说法啦，感觉看了一个节目，感觉好像这个每天都在环游世界81天，这是一个电影的名称，所以很棒。在这里预祝你们好吧，继续加油。哎，对对对，好。现在刚才后面那一排啊，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当年女婿还不错？当女婿啊，对啊，这个有时候这个女儿喜欢比较重要吧。哎，我肯纳很帅，肯纳，对，离你够远，非肯纳有南非，离你够远，南非对，他南非爸爸的好朋友白董在南非有哦，真的吗？有全南非最大的成衣厂哦，那 Pedro 好了，西班牙这更远一点，西班牙那边就是厉害了，你也有认识、哎？西班牙那边以前有处理过一些，处理什么？对，讲谁？处理什么？西班牙航空一些贸易，西班牙航空后来我。就决定慢慢的，哇，好漂亮一个女生。她说 ，My mother is a 座舱长 ，How to say？ 哦，不知道哎，不知道。My mother is a 这个啊，座舱长哦，后来座舱长，后来是是是后来就认识了这样。哦，后来那里会有一些 Cindy 的弟弟或妹妹。没有，从那个西班牙马德里，从马德里飞转机香港，那香港遇到一个西班牙空姐，我就决定。不要再跟他继续了、哎，因为那个座舱长几乎要横的才能过那道走廊。你很烦。欧洲很多女生，她们我速度，对她们16岁是最正的，横向发展的速度很喜欢。您有一集可以聊这个，是对、哦，西班牙可能会关联，对，对，所以 OK 啦，给他们这个自己发展嘛，因为交朋友也都很可以，但是要嫁人的话。爸爸的意见是5年后才开始考虑，等差不多35岁左右，就停产的时候再来说。哎，那哪还停产，对不对？我的现代人50岁都还能生呢，急什么？对呀、啊、，OK 的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该好好赚钱吧。以前我灌注在你身上的还给我，这样你就可以安心的去嫁人了。哦，也算是赢货两讫。拜托，不要再发他了，可以吗？对不对？都是爸爸在奉献，女儿，你儿子，儿子还好。孩子对我们来讲只有2个功能，是第一个功能，对他付出；第二个功能，欣赏他。我今天就是来二分之一强，欣赏这个可爱的女儿，啊，看她好好表现，因为观众朋友是我们。永远的衣食父母，谢谢，我关心每一个人就跟关心我的家人是一样的。那当然也受到很多的一个误解，那我也希望大家历史上的今天，你回顾过去我所讲的每一件事，没有一件是为了自己的，哈，对不对？我那么高兴。对，因为他想到我。他想说，就东 EQ 增加。他宪哥一生的这个荣跟辱都是这一位在写的。对对，都是他们负责，因为。爸爸今天他脸红，他居然脸红。爸爸今天讲话会比较语无伦次，因为他在我后面，我有压力。背很冷，对不对？他会突人家发冷枪，他会突然间发冷问，要么你看冷问快来。我好怕。怎么样？有什么要问的吗？
哎没有是吧？那个来讲一下时事好了，时事，对对对，时事就是造英雄啊。对对对，好，谢谢大家能够来到这个记者会，时事分析抢位继续努力的，谢谢大家。时事就是时事就是造势者，对我就会讲错了这样，但真心的关爱啦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很多媒体记者朋友跟我一年、两年、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慢慢就知道，哎，台湾最后一个良心在这边，我讲我该讲的。但有时候会得罪人或什么，但是没有那个意思，也希望大家不要曲解他，好吧？平常没事多看二分之一讲，对，这个你们有 sponsor 的？没有，我一直以为是那个 Y and 的二分之一，没有，那是同装，小时候穿的那个不一样。哦，同装，对对对，欢迎，哎，这是可以欢迎，还有冠名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哎，怎么样？还有其他问题没？没，因为还是有一些批评啊。你有没有想到什么要批评我的部分？哪一个部分？忧郁症的部分。对对对对。我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啊。真心的关爱忧郁症的一个患者，我们就要告诉他，让他往光明面去走。人生要看到更多你手上拥有的，尽量不要去看到你所失去的，把它放在脑后。人不是常有一句话吗？简单。是福，简简单单就是一种福气，知足常乐嘛。这个已经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字句。那我想我会这样告诉大家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身边太多这样的忧郁症的一个朋友，需要得到我们更多的关爱，所以请大家不要去误解他，包括我们这个王委员啊，他们是。可能在媒体上看到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批判，认为我说，哎，这样对忧郁症的一个患者是另外一种伤害。各位，现代人的这方面的一个疾病，这是文明病，大家千万不要讳疾忌医。我们面对它，这个问题就会解决一半；逃避问题，问题就增加一倍。所以我在这里再一次的呼吁大家，如果你们有看过那一集《屋出》里面，我去讨论有关于这一段，你就知道用心良苦。十年前也对九令讲过同样的内容，几年后在小大也讲过，后来在大热门又讲过，这代表我心里面那是很存在内部真心真意的东西，而不是胡说八道。所以请大家多多见谅，有空就是要看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，对对对对。那当时十年前为什么会对九令讲那样的话？因为刚好聊到那个嘛，有相关的，我才会告诉你。谢谢金粉爸爸。他身经百战，好像也没什么需要心疼的啦。对啊。谢谢你送我洗衣机。宪哥有没有知道说刘真最近的状况怎么样？大家都很关心。他家里的人会去做这个对外的一个说明，我个人就尽量在这上面啊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就要让他家里的人来啊。宪哥，你对国内的疫情有没有什么看法？很多都是出国去旅游带回来的，你有什么？是啊，所以你看回来就非常彻底的。把那个隔离要做得清楚啊！我也非常赞同重罚，哎，喝咖啡抓到50万，重罚，那你再去吧，因为你要考虑啊，我们现在是等开车，你预防，哎呀，路上交通很乱，不要被撞到或干嘛，你也要小心你撞到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大家这个戴上口罩呢，有时候不是保护自己啊，有时候也是保护别人啊。我们看到人家戴口罩，因为我们工作需求。所以没有办法戴口罩，其实我们是暴露在危险里面。但看人家戴口罩，我们也是安心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加油啊！也依照也依照我当时呢这个讲的，你看台湾口罩现在不是可以做到千万 piece 了吗？对啊，这个就是要看得更远一点啊，然后真心的爱这片土地。大家平安健康，二分之一强收视长虹，谢谢宪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好，阿里阿东，谢谢。我的新搭档到底是谁？要给你提示，金钟奖，徐明杰。我的新搭档就是你，对不对？不是我，英文流利，出国经验丰富，开始吗？综艺金发哥。
二分之一抢夺的搭档居然是你，太好了！想得美，是我的心肝宝贝呢。起就由我 Sandy 吴珊如、梁鹤群为您带来全新的风貌。没有，我们掌声欢迎 Sandy， 还有我们的国民乐部吴宗宪宪哥。哎，什么 Sandy？ 当然，当然是我啦！啊，是宪哥啊！对对对，欢迎收看。哎，二分之一强啊！哎哎，好啊哎。二哎，没错嘛哈，没错，是对对。那这个当然不会是我啦，我今天是一个来宾的一个身份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因为小梁呢，他有巨大的问题，他如果跟男生一起主持，都会有心结。没有啦，没有，真的很谢谢。没有他，那我们请黄老师出来。黄老师 ，OK 啊 ，OK 啊。大家媒体好久没看到他了，是吗？是吗？对对对对，这哪壶不开提哪壶了。谢谢谢谢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我们在这圣棚里面啊。好好把这全世界最美好的呈现给大家。现在哪里都不能飞啊，对。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呢、啊，有一双隐形的翅膀。是。这个就是二分之一强。我们在这边可以把全世界，你看这么多的好朋友，他到处他们的所见所闻，看了二分之一强，等于是环绕世界好几圈，是，对不对？在这里，赶快把这个主持人请出来。啊，对对，我以为你们是一起出来。哎，我们不可能，因为这个再怎么说，爸爸还是天王啊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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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而且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很多钱。哎，那不是钱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雷医生讲的嘛，一起来欢迎 Sandy Wu。好，掌声欢迎 Sandy 吴珊如。大家好。我来了，强哥好。对对对，真的来到节目里面，我们也是要 slogan 先喊一下，欢迎收看小明星大跟班。哎，不是啊，东森32频道，真的非常谢谢宪哥呢，把女儿嫁到我们东森电视台，我们的二分之一。你不延续这个话题啊，应该是小明星大跟班之二分之一强。没有，换我了，换我了，是这边，对对对。真的是多照顾啦，真的没有。好吧，宪哥，我们一辈子都是靠宪哥在养呀。真的，我才是一辈子靠他在养。我从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认识宪哥。爸爸的制作人，后来因为闯了太多祸，而且都惹到很多各地的大咖。我们两个合作的节目啊，创下台湾罚金最高的。好可怕！而且第一次坐直升机也是因为宪哥。为什么要坐？第一次去警察局做笔录也是因为宪哥。好可怕。第一次去那个新闻局，还有动物保护协会，也是因为宪哥。为什么你们我太多的第一次都是献给宪哥？还是我们改成你来主持？我觉得我是要安全下装。我见鬼了，我真是。然后我们经历过共同经历过很多的一个事情，是，但是一路走来能够平平安安就相当不错。我也觉得孩子呢，大家愿意给他机会呢，小弟呢非常的感谢，谢谢，也谢谢你们所有好朋友，身体也乖乖的。那这个也在国外几年，在英国。英国，我在美国。我在美国。你到底要不要记得我今天的书是在哪里念？在美国，在英国也待了有啦，有啦，英国一小段时间。对呀、啊，所以那每一天呢、啊，爸爸都非常的关注他。那这个，我觉得这个节目太棒了。我们是说，他们这个留在台湾的朋友，这些型男，我们从来没有把他们当老外，没有。对，哦、为什么你要出这些？对对对，温暖的感觉。嗯，他们骂三字经骂得比我们好。哎呀，对对，而且他们也很尴尬，他们现在进得来也出不去了。对对对，只好留在这里录制。对，宪哥会担心吗？把他女儿嫁给交到这个八国联军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帅哥，很 OK 啊。是帅哥啊，对啊，以前在那个UW 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外啊，很帅的在追他嘛。对，然后我看那个卧底，那帅哥真帅，是在好像是打水球，就是那个在水里 water polo， 那个叫什么？那个身材比田牧阳还要厉害，壮大概一倍，然后很壮，然后看哇，每天这个
送花啦，送什么的。天哪，我可以讲吗？是不是跟我去滑雪那个，就是那个。你不要讲了。不要讲。我一看，哎，老外就比较不方便。是，因为他本身已经有西伯利亚的血统。对对对，只是没有人相信，所以就算了。他们说，你看那个路西派有没有鼻子啊？跟每一位外国朋友比起来都不输的。对对对。哎，脱了衣服脱光了，你就知道真的很厉害。但是我们现在就像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，我们的栅栏现在要打开了。栅栏。哦，我们一些狂龙猛兽都要放上来了，好吧？我们也欢迎我们的新男朋友了，我们要来上来献花啦。哦，好。对，杜丽就是在讲你们，谢谢。太熟了。谢谢杜丽，好，陈娜、阿龙、敏秀、秀罗，还有佩佩的罗，有，我已经记得他们了。是，很开心啊，就是为我们的二分之一重要的新男们啊，我们就是现在要欢迎 Sandy 来参加我们二分之一场的大家庭哈。好，谢谢。是，我有。建哥，黑人会担心吗？不用担心，对对对，看他们这个鱼贯走出来。我看到的就是包大人带着王朝马，好，兄弟，挥手了，也如此，边中间，噔噔，哎，我从包公身上拿到花篮干的，是，历史人物哎。然后，那其实这节目主要的元素就是我们几位新人，是，对，因为他们的。没有人他们在他们的国家在他们的地方啊看到这么多的不一样啊，对，那是一辈子都讲不完，所以我在这里预祝这个节目能够长命百岁，同时收视长虹。谢谢祝福，也再次欢迎我们的 Sandy。 谢谢新男朋友们，谢谢大家，请坐，我们先合照。我们个子小一点，往前面一点点，这样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中间，然后左边，我头20几公里，那我们右边，来右手边喽，来这边，打到第一场要走10公里。中间再一次哦，真的哦，来，用手边再一次哦。你不要亲我，这样真的很像嫁给小梁哥啦。嫁给杜丽也可以啊，来。好，谢谢，我们即将换场。嫁给杜丽有什么不好？杜丽很棒，对啊。If you got break, you can get back。不要讲话，对不对？好，杜丽。看一下画面，三位一起再上台一下。哎，不懂你们班的。有吗？来左边，右边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还有主持人的，好 ，OK。是不是很像结婚照？是的。我们没有要照路，这边保险的，我不知道，没有人告诉我。另外还有一个，不要这样啦，是你女儿好不好？你家里的事。另外开了一圈。镜头一像白超。还要补，真的吗？还要补。对。先讲日文，还要补。还要。哦，还要补啦，还要补。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字板，等一下。二。哦。